大家好，我是上海诚鑫视听设备有限公司的郑飞。那这次我们公司带我们的施麦特和我们的绿河马 Green Hippo 媒体服务器来到成都的 Infocom 呢，做一个亮相。那施麦特主要是我们做的我们一些音视频信号处理类的产品，有延长器、分配、切换、转换和矩阵的产品。那绿河马媒体服务器呢，可能很多客户之前没有太多接触过。那我们是针对一些剧场、剧院、演唱会，然后电视台节目录制和主题乐园所做的一个多媒体的播控主机的这样一个类型的设备。对，包括以后如果有一些 3D mapping 的一些项目，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很好的配合。对，谢谢大家。